首次監製現場節目的 show 啦，咁監製節目第五個啦，但係現場節目就第一個啦，咁所以都大壓力嘅，咁同埋時間會長好多咯，因為其實仲好多嘢排，咁同埋今次我自己監製好想係有啲嘢唔同啊，咁所以我自己因為大家如果有睇過咧人際之前咧拍咗個人際心嘅一個劇集啊，咁我好想咧將呢個劇集咧搬入去一個綜藝節目入邊啊，所以我擺咗一個舞台劇啊。我找了我兩大愛人來幫我唱歌、李佳芯小姐和胡鼎欣小姐、兩大侍候和兩大即是你都知道 是難請的人，我用了自己的 credit 去捞他們去出來唱歌，所以我是很開心的，我深信他兩位都是沒問題的。李佳芯會唱一次給你聽，你們不要這樣，我對他絕對有我自己是一個魔音，我不敢罵人、我覺得我是有信心的，所以我都希望是、大家可以有些不同啦，我都是那些有些不同啦，我很有信心我對他今次。